铁手跟他的关系就是一兄一友一父，就是好多好多复杂的成分都有。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揭露一下我创作过程当中的小秘密，就是我一直觉得无情是有一些喜欢铁手的。事实上我是这样读的，但是就是当然并不在剧本的任何描述当中，所以最后发现可能不能剧透啊，但是最后发现了一些事实之后就特别容易让我崩溃。所以那个 Colin 的演技当时那个眼泪一滴下来然后不说话然后默默的有一点颤抖有一点忍受的感觉，就是让我看到，就一看到他我就很进入状态。是杜兆龙大哥，哎，其实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杜大哥是特别从美国回来参加这个发布会的，然后